喺度先。好，玩具 TV 第16季第11集，哇！一浪接一浪，今日介紹啲嘢都好筍。其實頭先嗰個真係性價比，真係又係顛覆咗玩具界。我都幾推介，不過而家要推介係另外一樣嘢。個價錢咧顛覆咗玩具。嗱，當然一浪好貴啊，都同意一分錢一分貨嘅。咁但係呢間廠出嘅產品咧，佢嘅產品係對得住佢個價錢嘅。係冇錯，所以即刻睇一睇點石成金嘅 Mark 21。叮叮叮叮 ，Mathers， 犀利啊！其實我諗直接可以碌一個圈俾大家望一望啦，呢個就交俾你。哦，好啊，你墊上去碌會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咁啊，因為咧呢一隻嘢咧就即係你見到佢都金光閃閃關頭，我驚有啲手指痕啊，咁所以都係戴翻個手套好啲嘅。呢啲咪叫 pro 咯，突然間覺得好專業啊，好業餘啊，我哋唉滿手手指毛嘅。咁係咪要轉一轉佢？係 ，OK。我話人手轉動啦。咁呢只咧就之前即係係咪百德新街個街叫？係，即係銅鑼灣Pop-up Store 嘅一個跟嘅特別版啦，咁樣。咁就啊，好少可，其實佢開鋪淨係得一款嘢嘅。誒，佢唔止一款，因為其他啲全部都係 Cos Baby 啊，或者係鎖匙扣。你同我冇買嘅即係即係一比六就係得呢一款啦。係啦。咁其實 Mark 21咧已經第三次推出㗎啦。咁呢個合金版係第一次。咁其實第係咪第三次啊？第三次啊。咁前兩隻就膠版嚟嘅。第一隻就係限定啦，即係第二隻就金光閃閃嘅迪士尼版。第二隻就上海迪士尼版，但係嗰個金就唔係為人所接受㗎啦，因為佢用全光電導嘅方式去做，嗰隻真係搞唔掂，老老實實。係啦，咁嚟到第三版咧，其實嗱，我啊無緣去現場睇實物啦。咁但係咧，而家睇完之後，我好後悔，我係用萬分後悔嚟形容我沒有買，我沒有持有，所以我而家好想喊，好靚。但真係好靚，真係睇翻本身，我諗特別係佢喺金色嗰個處理咧，不得不讚係每一次都有進步。咁當然，你問我上次嗰隻迪士尼嘅 media 即係留翻俾啲國內嘅朋友買，就會好啲，即係比較重口啲咯。係，但係呢一個就真係拎得嚟不温不火。係啊係啊，即係成個感覺好似比較，即係嗰個配搭好和諧啊。佢呢又係有三個金色係咪？睇落去就有個唔計銀色，金色跟住有個香檳金，就兩個，應該一個銅金係啦，係啊銅金色，跟住之後一個。淺金啦，即係就香檳金嘅顏色啦。咁而你會見到香檳金係有兩個嘅，因為一個咧你會見到佢嗰啲件係攞去做咗電導，然後電導完之後咧就再噴翻燒光，令到佢蒙。因為其實你知道純電導係唔係好為人所接受噶嘛？因為其實你揸住係啦，就好似之前嗰只咁樣，咁就正如即係之前佢擺 Wonder Woman 嗰對翼係全金電導，你大家接受唔到 ，no 咁樣。跟住之後一比嗰只燒光版嘅，大家都舉曬手指 ，OK 就呢個，係啦。咁啊呢個版本亦都係有用到佢呢個燒光嘅方式去做，咁而出到嚟嘅效果係好 grand 咯，可以講嘅好 grand。咁係啦，咁另外就係一隻金咧，就係佢即係唔係所有位置都可以電到啦，咁所以佢就會有個噴嘅金色喺度嘅。哦，本身就見到佢嗰啲分析咧，香檳金啦、金啦、銀啦，去穿插成件 Mark 21咧，就變咗個感覺就好舒服。咁我就咁睇，其實我懷佢個銅金色咧，其實佢都係有分電導同埋噴嘅顏色嘅，即係都有兩個。因為你見個肩甲同個背嘅甲係唔同顏色嘅銅色嚟嘅，咁所以佢撞咗可能大概四隻色加埋個銀色就五隻咯。但係真係好靚。反而我想大家留意嘅地方就係佢嗰啲飛彈組喎。say 譬如話膊頭啦，或者大髀嘅飛彈組，你望翻佢個上色咧，係好仔細，係可怕嘅。即係我覺得係好仔細，係靚得好交關。我反而真係佢平時原本隻 Mark 7，我又冇特別留意佢呢一個即係飛彈組件嘅精細度。其實我印象中有比較土炮少少嘅，即係好似就咁一個一片黑色上面有油到嗰啲飛彈，但我見佢呢個咧係。我唔記得啦 ，OK， 戴翻頭盔先。咁咧就係佢嘅呢個飛彈個圈係有上到另一個顏色嘅，黑底係啦。突然之間撞一撞之後，你就會覺得粒飛彈就好得，個感覺好真，好靚啦。即係同埋佢配翻側邊個金色又好咯，成個感覺。所以都幾可怕嘅呢件事。係啦，係啦，即係其實有驚喜啦，應該係話。
即係之前係訂嗰陣時係睇佢個版都睇唔到咁多 detail。嗯，係啊，依家訂我簡單啲，我啱食我就去。哦、你出得嚟靚，咁我咪好彩咯。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覺得 Hot Toys 成日跟得上 Bandai 咧，佢嗰種換顏色之後，完全係另一回事嗰個感覺係有嘅、啊。而佢呢個咧係。即係成個好似奧斯卡金像獎嗰種嗰種感覺，即係其實佢係有嗰種金像獎嗰種嗰個嘅咁點講啊？嗰種嘅質感嗰個層次嘅嘢喺度，所以其實佢好靚個顏色真係。嗯，或者我諗可以擺一擺少 pose， 即係譬如話前臂嗰個導彈咧，嗰度我都覺得可以，或者停一停個台座，咁、哦、可以即係俾啲觀眾望一望翻啲 detail 位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咁咧，其實呢一隻嘢佢嗰個都幾堅實啊。即係幾實正，堅實係咪叫堅實？抽個堅出嚟之後先再扭佢，抽個堅出嚟係可以掹出嚟，再咁樣樣。Yeah, 因為其實我都驚整花，因為佢真係好靚個色，所以我哋好。雖然佢好靚，而且但係佢亦都係好脆弱嘅，即係所以都理解到。係啦，咁呢一個飛彈位睇下睇唔睇到啦？依家咁樣得唔得？嚟飛啦！呢個 pose 係啦 ，hold 住係咪？好，其實佢呢個係換件嚟嘅。即係佢另外呢隻手咧，就即係你可以換咗佢，咁所以我特登係啦，係啦呢一度一個咁樣嘅換件嚟嘅。佢見到個蛋頭都係用咗金色，而個蛋個身咧就用咗銀色，即係有配合翻佢主題。冇錯。但其實我覺得 Lawrence 戴手套去玩呢隻係啱，因為點解咧？喺電道上邊嘅噴油咧，其實如果你稍微用手指用力去擦咧，其實你會擦得甩嘅。咁、哦、因為電道本身唔係好附著顏色嘅，咁、所以我唔夠膽試啦。咁唔知 Hot Toys 會唔會即係可以克服咗呢樣嘢啦？咁但係我會覺得其實戴手套玩都好啱嘅。不過其實我都係第一次玩 Hot Toys 玩到要戴手套嘅，就係因為呢一隻顏色，我真係傾緊咗啲手指模用嚟整花佢。但其實我自己有少少擔心，因為咧大家玩46、47，其實會見到佢有啲顏色有啲氧化變翻黑色嘅問題。咁、所以我係有啲擔心，因為 Hot Toys 可能佢用嘅顏色可能有啲金屬成分，佢會有氧化。因為例如佢其實佢啲金色咧唔係一般你會打得到，即係或者你喺一般生產上面噴得到嘅金色，你會見到佢係近乎電導，有啲似大家噴模型嗰種色嘅。咁、所以或者佢可能係去到模型有層次嘅，就會變咗佢個氧化率就高啲。咁所以有時我都幾擔心，即係去玩殼台，所以其實戴手套好啱啊，即係唔好俾啲汗沾到佢，係 OK 嘅。所以變咗到我反而我好坦白講，即係我未拎嘅，我即係得閒拎嗰陣時候我會做一個嘅幾好嘅實驗品俾大家睇，講呢件嘢啦，係啦，到其時再寫翻個報告，大家分享翻，我啲死事嚟，唔使擔心。好，咁有冇其他補充？都唔係乜啦。其實是合金嚟嘅，都重嘅，都重嘅。其實即係之前隻，應該係之前隻 Mark Seven， 不過佢就係即係換咗個顏色咁樣樣去做咧。啊，係咩？係咩？要會員先有。哦，會員。哦，會員唔係啊，小弟我都唔係會員 ，sorry。我嗰時戇居啊，我咧走去撳嗰個 Phantom 咧，我撳到首日，但我走去撳次日咯。哦，跟住唔係 Venom， 係再之前咩 War Machine 唔知乜Neon Tech 嗰只 War Machine， 我就有得撳手日，但我走去撳次日之後，佢冇計到我投唔知投200個定乜鬼嘢，跟住之後冇個會員，好傷心啊！所以然後時至今日我都冇辦法做會員，我已經期待咗好多年嘅。唔怪事，我都唔係會員嚟。好傷心啊！所以我見佢啱啱又提我話佢而家嗰個聖誕禮物都真係好吸引。啊咩嚟㗎？嗰只死侍嗰只 Deadpool 嘅聖誕版嚇。嗰只靚，哦係佢細細嗰個，即係上年 Spiderman， 係啦，即係阿車仔版，哦嗰個搖搖車嗰個，係啊，所以係唔錯嘅，真係，唉，我都係得個閒字 ，sorry， 真係令人傷心。咦係喎，德哥其實嗱，你又 mark 七嗰只合金，我啊冇嗰只啦，你睇落去咪成個外觀啊，一模一樣嘅咧，基本上，係，所有設定都一樣嘅啦，仲少咗個頭。過到佢啦，起碼都要望一望翻本身個 box art。都是那類啦，但係都試正嘅，好靚其實。同埋你金底，佢即係嗰班 graphic 嘅朋友咧，即係平面設計嗰班朋友真係，即係唔好講話件產品冇得輸噶啦，你連平面設計嗰班都咁強勁咧，即係敲圍即係抵你發嘅真係。好，咁啊，今集玩住咁多先，轉頭見。